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Foodtech 即是話係食物的科技。最近尤其是呢一兩年咧，就好興一啲食一啲叫做人造肉。咁嗰啲人造肉就係喺實驗室嗰度做出嚟啦，就係有蛋白質啊，咁佢係種出嚟啊，形形色色都有。咁而家其實未來的世界咧，嗰、那個食物咧一定會變成一個工廠化，即係唔會再係喺啲大嘅農場啊去做。咁其實大部分嘅肉啊或者係植物又好啦，都會係喺工廠裡面去生產啦。所有嘢係又真係通過大數據啊，揾啲基因啊，點樣去生產啊，去聚合啊，去成形啦、啊，即係人差唔多已經扮成一個上帝咁嘅角色。投資嗰邊咧就越嚟越多，咁亦都會有一啲基金成立咧。即係早幾日我專去咗一個基金嘅推介會咧，就係講 Foodtech 啦。咁啊，學得到一啲嘢啦。咁啊，發覺原來首富咧，香港嘅首富係真係好有眼光，佢哋睇得到呢一個係一個大嘅市場，咁啊投咗落去。咁佢哋嘅回報咧，如果計 IRR 咧，係講緊200%+都有。咁平均喺 Foodtech 裏面咧，都成80%+，係好高嘅回報嚟嘅。咁好依靠嗰啲人去識唔識去揀嗰啲項目啦，揾唔揾到啲啱嘅團隊啦，做唔做到嗰個 marketing 啦。咁你見到賣得好好喺香港嗰啲佢哋樣樣都做得好好，即係 marketing 又做得好，所有包裝嗰啲做得好美麗，亦都賣嘅價錢咧，唔會比一塊傳統真正嘅肉咧係會平嘅。咁 Foodtech 其實衍生到有一啲問題，第一就係話將以前我哋顛覆咗我哋諗住淨係可以天然先至做到嘅嘢，養殖嘅嘢，呢個第一啦。第二咧，佢哋講咧就話通過呢啲種植啊、養殖嘅方法咧，係令到個碳排放係減少，因為舉例，即係而家多咗人食牛，食牛咧其實係嗰個碳排放量咧係非常之高。咁如果用一啲人造肉咧取代佢，有接近嘅味道嘅時候咧，就會係減少咗養牛咧，令到個碳排放量係減低，係對嗰個社會係有幫助咯。咁但係亦都有人係持相反嘅意見，就係話有機會好危險啊！即係當喺實驗室裡面撈咗啲嘢係出現問題嘅時候，會唔會令到人類感染咗啲新嘅疾病咧？咁呢啲係有另外啲人咧喺一個科技倫理裡面咧去做一個討論啦，點樣去監察得到佢唔會食壞人咯？因為始終都唔係天然嘅食物嘅時候，佢哋係有所擔心咯。咁不論點都好啦，未來嘅 Foodtech 咧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大趨勢咯。今日想講嘅咧就係咁多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，拜拜。